各位网友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昌江东同晓港西马路呢一边，晓港新村啲附近啲街拍实况嘅拍摄啊！呢度晓港西马路响啲居民大楼之中，隐藏住一条短短大概唔够100米嘅，叫做碎布街啊！咁肯定系平先吸引到咁多啲街坊啊、大妈大叔过嚟呢边选购碎布啊！呢啲相当于天光墟咁。基本上呢啲碎布都是5元一塊、10元一塊、2元一塊，1元一張啫。呢啲碎布啊，哇！呢啲1元一張啊？哦，張啊，1元嚇？3張啊？哦，1元3張啦。唔使啊，最抵。哇，抵到1元3張，買翻嚟做乜嘢啊？阿姨嚇，買翻嚟做乜嘢啊？哦。我整屁仔细仔玩啫。哦，整屁仔俾细路仔。只多一个日快薄落去咯。哦，又系一个办法噃。即系细仔玩啊，即系细路仔玩嗰啲玩具啊，咁样。你做碎裤都得噶，衫都得噶，雪纺嚟噶嘛。哦，不过做碎裤咁细块要。咁就拣大噶嘛，系。哦，拣大嘅，1元300，哇，真系抵喎呢度啊。最平呢度噶啦。最平呢度系嘛？做袋嘛，哦，做袋啊嗰啲，围巾都可以，围巾得噶。5元3張，10元1張。其实呢度是两栋居民大楼之间的一个空隙，样板衣呢啲都是几蚊鸡嘅，5元3張，基本上都是咁嘅价钱。呢条碎布街短短唔够100米，两个地铁站出口之间就可以行翻出嚟呢个晓港新村呢度。隔離行又有一條碎布街啊！呢啲碎布啊，擺上地面啊，好似賣青菜咁。但係左邊啲固定檔就係專門賣一匹匹啲布嘅。嗱，呢啲碎布擺到成地都係。老板，说，这个布多少钱一米啊？这个啊，这个10块钱一米。10块钱一米是什么布料啊？那个是那我也说不出来，这个是棉的。棉的。哦，棉的，10块钱一米。啊，这个多少的？卖15的。哦，本来买15的，嗯，现在优惠的10块钱一米。对。谢谢你，老板。不是。
我啊以为是晓港街市啊，正式的名称就是泰宁市场。呢度就是晓源北路啊，呢边嘅居民社区同晓港新村是连埋一片嘅。啊！呢個曉港新村啊，曉園北路啊，曉園中啊，曉園西路呢一帶嘅居民社區，響河南地都算係一個大嘅居民社區啊！大大話話呢度入住咗嘅居民係有十萬八萬啦。我喺度晒菜干啊！吓？我买咗晒啊！系晒菜干定咩啊，老板？吓？有盐菜。哦，做盐菜。做咸菜哦。我唔系攞嚟卖嘅。你同佢买得噶吓？腌菜。做啊对。腌菜啊。晓源北路行到嚟呢个细江东区，呢个细江东区又系个好大嘅居民社区，可以行翻出去昌江路江南大道中嗰边嘅。呢啲宿舍大楼啊！大大话话有成三四十年嘅楼龄，晓果中路幼儿园对面呢度就是广州第九十七中学。旧阵时我记得是叫晓港中学啊，
都好耐歷史喎，呢間嘢。哇！呢個師資都好靚嘅噃，廣東省一級學校啊。曉港西馬路，嗱呢啲啊建築年代啊，1780年代嘅時候，外牆就冇粉飾過嘅，甩皮甩骨啊，5-6層高冇電梯嘅，老廣州都好熟悉嘅，呢個曉港新村啊。丁字路口就是曉港中馬路和曉港西馬路的交界，這裡就叫做曉西社區，其實就是曉港新村。這個位置走回出去就是昌江東路，這裡屬於昌江街道辦事處。今天我在曉港新村的拍攝分享就到這裡，非常多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，拜拜。